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我刚刚GG了，我刚。大家，我们回来的是 Triple Star。叫我 TP， 快点 TP Bomb。我刚刚死了，大家，我们在然后拍摄当中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死了GG了。我去捡我东西。哪里？啊！别封印啊 ，Bomb！ 快点，我的东西，他们捡了我的东西了吗？我操！救命！杀死他了。嗯，很好。嗯，镜头快。别动我，别拿我东西。否则我让你们狙狙。我没有镜头盔呀，奇怪。没有的，有时候会有的。哦，我知道，运气好的话。好危险。那个铁。也有。我眼熟。你好 ，Welcome to the death。耶，狙了他。哦耶，我去造房子，你们快点。我去挖铁。我去挖木头。有没有石膏？我没。那过来嘛。你在哪？我只会木头的搞。过来，在这里，我给你点石头。不用了，我不用。我不是你。我来了，快给我。这样，我给你多了。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石膏。哎呀，我没吸到，我给你一、二、三。好了。有三个对吧？对。很好，但我先走。我有石。九个够做一个熔炉吗？八个就行了。哦，九个是全部的工具箱，拜托。先挖个地方当后边，先烧。哎呀，谁有原木？原木。啊。就是没有换成木板的。我有。给我快！哎，对不起。我装逼。有 hero brain 的声音，我也听见了。我现在就在打中比斯。加油，打死他！哎呀，我身上有木板。我就要死了哟！是这样的吗？哦，就是这样。加油！我需要很久才打败这个中比斯哟。你没有剑吗？我来帮人啊！我也知道你是人啊。死了。你死了。不是他。是吗？牛，谁死了？抱歉。哎，对，我们一人一间房子，还是睡一起好了。睡一起，我现在正在死哟。什么？我就一个命了。哎，快进来！我要上去造房子。哎，我有很多东西。挖了铁矿。哎，你们两个有个人先退出吧。为什么？你们两个先退出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有一张床，然后我睡觉醒来以后，你们就那样。早上，哎，大家，我们又要用了一个馊主意，虽然不算作弊了。对。好了，快点睡觉。你看这么多死亡。你录了多少时间了？啊，我们已经拍了3分钟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继续。哦。好，早上进来吧。我这还有铁矿，你试试下。我只是下面有个。完了。他们居然没有着火，因为在水里。杀出去！什么三只水好了，我不管啊！哎呀，快点帮我做成火把 ！No， 要灭这！要！要狙狙了，换条命 ！No， 别捡我的东西！你被谁杀死了？被 skeleton 混蛋！可恶！我要杀出去！哎。林啊，无宣章。英雄无宣章才对吧？哎，对了，大家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林啊。好，我要告诉大家实情了。我挡哟，亚皮蒂 ，no， 都是我的死亡信息。嘿，什么？你死了？嗯。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拿木镐敲你！又找到铁了。好了，我帮你弄做火把了，银雪。很好，快狙狙了，然后呢？那我快点跑，剑！哇，我浑身上下都是剑齿，可我从背后袭击他们。哎，这边有很多羊哎。干嘛？我可不可以帮你挖成一个大家呀？不行。
OK。容易死死吧。你去挖木头，去砍树。不是那，我差不多都没力气了。吃点肉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的肉需要烧。你去烧。我知道，我去烧。那不就得了？真搞笑啊，光。搞笑！我现在五，又是我的死亡信息。聪明总比 Bob 总比呀呀呀！去举报你们！咦呀呀！吓死他们了，干掉三个人了！耶，我的东西！报仇了！终于报仇了，差点。过来，我给你你的东西，我也是我的。那个石头哎！好了，我要去造家了。什么啊？还我？那个 stick， 哎，对不起。哎，你GG了。谁让他打我了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按到了。没关系，你 TP 我呢，反正你这样正好不会饿死。我拿到很多铁了。我是 Jacqueline 啊，大家我们已经拍了6分钟了，注意，哎呀，我有牛排耶，哦，当然了，是我的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还我，还你个什么？还我东西，不给，哪有这么不方便的听啊，拜托，还我呢，反正你可以重新去杀呀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靠，那明明是我的积木，大家的，拜托。什么你的鸡？我去看书。这个是我放的鸡，好不好？哎，哎，棒棒，你重新进来。哎，对，没什么，我刚刚看不到你，突然，好像。雅格丽呢？干嘛？你刚刚把我一血，你把我的东西给拿走了。没关系、啊。我可以种了，我可以种树了。OK， 我知道你。我拿到挖了很多铁矿。OK， 我知道你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我的斧头不见了。上次死的时候。对啊，我的斧头不见了。我冲我拿到了，刚刚在地上我看见了。给我。你在哪？我在挖嘛，我在。算了，那就下次给我重新做一个好了。我现在正在走回去啊，拜托。OK， 石斧，哎。耶，有了新的师傅，那个师傅归你了。好的。我找到煤炭了。煤炭？是的，我的土都给你挖了。过来。不要。冰雪。你自己挖。我去挖木头，因为我需要真的。对，我们家在那里对不对？看见。在整地，你去挖木头之类的，矿工。不是，我很累的。那你去吃点东西。那我给。我是过来，你在挖土啊？嗯，不是的，我再把这个清除掉，我要做家嘛，现在。那你把土正好用给弄田。知道啊，你也帮我挖些吧，我要弄屋顶。土不够了，我现在需要把那个，那个炉呢？炉子不是在那个墙那边吗？墙那边啊，你刚就在他旁边哎，过来。家里，我在家里。那还有羊，我去把羊。我知道你们杀呀。我还差一个。走。正好，哇，你好酷啊！嗯。我刚刚为了杀一个羊，对不对？嗯。正好把它杀死，剑就破掉了。呵呵。酷。太强了。快点！炉呢？在家里吧。对啊，哎，对，给我拆掉了，不行。因为刚你不要，你放外面先，因为我现在正在造家，现在还不需要那个。OK， 放外面。我有很多煤耶。我找到煤炭了。哇，我找到已经找到50几个了。没关系，大家一起嘛。找到最好。快点挖！我们已经录了，哎呀，9分钟了。那再见喽。拜拜，我们现在要拍 part 3了，等会儿就要。拜拜。